谢谢老人。太太过马路啊，有那老太太不让扶，敢愣扶，不过马路不行。哎呦，老头躺地下了，必须扶起来，站起来，自个儿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。行，你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必须善人。哦，对不对？碰见那有那小孩，哎呦，可怜呀，哎，没有腿，没有腿哦，在那个地铁、公交车，一场无情大火摧毁我家园啊！有这样的啊？给钱啊！这拿着，拿着，必须拿，必须。我善良。是孩子怕你把他也善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心里我善人，但是确实您能不能自然一点，太凶残了。就善人不懂吗？啊，懂了，心地善良。就是，说白了，我们的 slogan 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不光自个儿过得好啊，别人过得也不能比我好。哎，对，哎，啊，不是，就是我过得也得好，别人过得不能好。什么？就是我过得不能比别人，就是我，哎，好，大都好就行。我们要过成他好我也好。您等会儿，您先捋清楚思维啊，应该是你是个善人，是不是？对 对, 对，应该是你过得好，你也得让别人过得好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我过得好，我也得让别人过得好啊，这就是善人。哎，对了，他好我也好嘛，最后变成哥俩好嘛，对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哎，广州好迪嘛。我跟你玩呢，我。哎，大哥还听这广告，会员肾宝。行。是，您花那一毛钱，这是哎，有竞品了，也甭来这一套，就是善人。哎，对，那怎么能促使你想当一个善人？哎，不是促使啊，啊，辈儿，什么辈儿是善人？那你们的家谱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辈儿都是善人。就其实这儿吧，他没有设计包。我听那录音，他这儿没乐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完，郭宇老师说完就过去了。但是到这儿，您不要自我发挥，好不好？没过去。郭德纲相声专场，你知道吗？相声创作专场，咱不要再你说二多创作了。你说你的，就是辈儿都是善人，辈儿都是心善的人。对。我没有二度创作，人于老师没这句，人于老师，我怕大伙听不清楚。大家伙现在已经理解得很透彻了，贯彻得很彻底了，已经。行，那你们家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呢？哎，就我们家有祖训，这么有水平？那嘿啊，您说说什么祖训？有祖训啊，叫什么呢？什么？我不认字儿，好像。哎，有，那也得背过吧？有祖训，有祖训，叫什么？啊，我想那句祖训怎么说来着？藏秘排油不是这句不用啊，什么天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必吃，吃完再干。反正有这么一句，我记得一家子饭桶啊，饿其体肤啊。对，他们可能也背不了那么远。倒不能受，不能受饿啊，就不能受饿。对，所以也看不得别人受饿。对，哦，必须这样。哦，有水平。而且我们呢，哎，帮助人你得有能力啊，个人得有能力。对，你说你都要饭了，你帮助别人，你帮助不了别人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得有能力。嗯，所以家里边呢，就一直呢培养我。哦，怎么培养？送我出国留学。哎，对，我呢，稍等会儿，在全世界游学。行，您先歇会儿。啊，只要了解咱们家的人都知道，您初二都没念完，您还留学？啊，人家一直都说咱们家是文化有限公司，就是从你这样的人身上说出来的。你还敢当着大伙大言不惭的说你留学？你从哪儿留学？文化有限公司创作这么多新作品吗？你太有限了。我你以为是初二？初二那是一，我们出去上学去了。为什么网上那个媒体老说我走德云社好几回？那都是我出国留学，他们不愿意那么写。哦，这些年走好几回是？那是我留学去了。哦。不是你要是包袱你就翻，你别老乐行不行啊？你老乐上，你说话呀！台下创作的时候没有这句啊。
哦，你别老当观众，你花钱，你不是花钱，你挣钱来，你说两句行不行？你老乐什么？就是说您这么多年，就是人家网传自媒体说烧饼又离开德云社又退出，其实你是出去留学。哎，对溜。然后前脚写完帖子出去留学，第二天就回来了，留一天学。别留，别留一天，我那一天都在飞机上了，对不对？鼻涕都比这流的多，我告诉你。出国，出国留学，出国好，那您都是世界级的高校啊，啊，都是世界级的985211啊。除了咱们国家有985211吗？当然，咱们国家的我也没上去过，就是国外的去过，哎，都是好学校，还去过好几个，哎，海，您说一说，我们听。游历各国的高学啊，好，哎，高学，叫大学，大学啊。高等学府 啊，像什么英国的牛街，啊，牛街，牛啊，牛街，哎，英国的牛街，牛，美国的天幕，哎，哎，瑞士的西北角，啊，行了行了，还去过美国的麻绳大学，麻绳大学，我们都是那儿的蚂蚱，反正，哎，嗯，你们学校都是一根绳的蚂蚱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麻绳理工？哎，你甭管是哪儿吧，最后，啊，我毕业于柬埔寨大学。柬埔寨，哎，柬埔寨的俗称柬大。哎呦，那你可够黄的呀！哎呦，你看郭老师的包还是小。什么叫柬大呀？就是简称嘛。去了那么多国家好大学，最后落一柬埔寨大学。哎，对，就柬大毕业的。对，柬大。哦，哎，柬大。烧饼就得柬大。烧饼就得柬大一点，是这个吗？哦，柬大。哎，可以理解啊，可以理解啊。谢谢老师。要不这包没有串踢 啊，行，那么您发完之后呢？啊，什么叫发完之后？简单面呀，啊，发您简单。学吗？不是发什么？学成之后哦，毕业以后。哎，对溜啊，对溜，我们老对溜。学成之后啊，我就决定了 啊，要游历世界。哦，这会儿开始得当善人了。对了，哦，帮助全世界的穷人，哪儿需要帮助，我就冲到一线上边去。哦，都不在国内了，全世界，全世界，人要大爱无疆啊！哎呦嘿，必须，这个觉悟好，咱们的这个那叫什么眼界啊？对 ，level 得高。那你问我，你直接拽文不就得了吗？你就是 level 得高，哎，姿态得拿得住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。哪儿穷，咱去哪儿啊？行，那选吧。哎，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儿啊，那个地区什么？哎，对了啊，沙漠怎么样？沙漠可以啊，沙漠啊，去那儿啊，无人区之类的那种沙漠，哎，对，比较惨，没有物资，哎呦，哦，还缺水呀，啊，缺什么，啊？哎呀，太惨了，啊，穷人肯定多呀。哦，第一站，哎，沙特。你确定你去的是沙特吗？哎呀，到了沙特呀！哦，我看那儿的人呢，哎呦，惨到一定程度了。有多惨呀？没一件正经衣服，也没一件正经褂子啊！好家伙，弄一被单子缠脑袋，哎呦，这人太需要我的帮助了啊！过去我拉着他的手啊，必须啊！啊，怎么说呢？你好，我是善人。他可能没太听懂啊。你好啊，我是善人。这句也听不懂。刚才那句听不懂，这句也完，这么着不像外语吗？这你就表达就行了。你需要我的帮助不？啊，需要帮助吗？哎，来了四个保安给我架走了，人家开着库里南扬长而去。废话，人那儿多有钱呢，不用我帮忙啊！切，呸，嗯，活该，死去，这不让帮忙还骂人家，他用不着我。好，沙特这么多人，可能就让我赶上这么一个富人啊，你整个沙特就这一有钱的，对不对？沙漠大了啊，那倒是。别的地儿不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总会有穷人嘛。别的地儿不需要善人吗？我得去呀！啊，那接着走吧。穷人们需要我呀！啊，我这个 level 我得到那儿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呵呵呵，沙漠里走了四天四夜，这么长时间，到了第二站啊，迪拜。你够能溜达的。哎呀，终于看到这么一位啊！啊，脚底下穿着拖鞋呀，啊，那惨到什么程度啊？哦，过去。一把啊，抱住他的拖鞋。你等会儿，你怎么抱住人拖鞋呀？我想站没站起来啊。哦，对，走了四天四夜沙漠里嘛。抱住他的拖鞋啊，用我那干裂的双唇，从嗓子眼挤出这么几个字儿啊：善人。啊，他是善人。需要帮助吗？啊，是他救了我。也不知道谁行善呢。哎呀，给我包了一架私人飞机，送了我$300,000，把我送回来了。
你俩到底谁是善人，人救你不用我帮忙，活该啊，死去，给钱还得骂人，真是的，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大爱无疆啊，就你欠，嘿，我有了钱了啊，我有了第一桶金，我给他们花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钱不是人家给你的吗？可是你没钱啊。没钱你行个屁善呀，你这不咱不就现在有钱了吗？人家给你的钱，给你300万美金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你现在算有钱人了啊，那不算吗？啊，那倒算，行，那行善吧，对不对？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，我决定，嗯，哎，先买个房子住、嗯。你连房子都没有，还行善去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有房，我不爱住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我有房，我是为了行善方便，然后先买一房。对溜，对溜。对溜对溜，哎，我现在的工作啊，往返于京津两地，哦，在这一片行，对，我得离着这个地儿近，哦，来回跑两个城市，哎，倒霉模样，哎，哦，来回跑啊，哎，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买这附近的房啊，这附近，那京津方便走起来，那就台湖，来，告你京津两地，还哪儿彩玉，京津两地，杨村。第六放在杨村啊，买仨，买仨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买仨，这仨地儿啊都买喽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哎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我就给你浪的、哎。为了方便帮助别人，嗯，为了方便帮助别人啊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哎，啊、买好了住进去啊，有那个人大半夜行个方便，哎，找你帮忙。对了，啊、帮帮帮，一敲门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能上您这儿上个厕所吗？啊、尿。啊，借个洗手间，随便尿。瞧这嘴撇的，随便。我是善人啊，啊，我就怕你不尿。对，他也用不着那地儿。对，哎，你帮忙嘛，就尿，随便尿啊。你尿尿，我都给你吹哨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善人嘛。等会儿吧，人家尿，你站边上站着看着呀。咱不能想什么就盼什么、啊，我就只是就说那心情 啊，心情不是说人尿跟着，没有，比一个比喻啊，比喻，哎，就我们心善啊，帮助别人，不管给人行方便，然后还得服务周到，哎，对，啊、行方便就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随便方便，对不对？啊、大号行，没问题，来拉起来，来拉来，哎，没问题，服务真周到啊，哎，对，自动的马桶啊，还自动，哎，管吹管洗。管他，来，走起，下一位。你可真行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太爱了。女的行吗？没问题。女的专门给女士准备个厕所，啊，你就不进去帮忙？帮我这不行，别，这开玩笑了。不是，那也是女士有女士专用厕所啊，想的就这么周到，哦，服务就这么到位。嘿，哪车误半道了，没油了啊？加油，上你们家加。我们这儿有，你说九几的？哦、90、95、98，柴油都有。给钱不要钱哦，还不要钱？别提钱，远思别，哎，就还跟这样、啊。别给我钱哦，不要钱。扫码，哎，废话，那不还是交钱吗？什么扫码不还是交钱吗？哎，不要钱，交个朋友啊。哦，交朋友，对不对？想吃泡面，我给你切。我给你切烤肠，我给你烤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是不是住服务区了？谢谢师傅。郭德纲真优秀，这不是又厕所又加油又烤肠又泡面，这不就是服务区干的？哎呀，帮助别人，善人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后来发现当善人啊，啊，就是这休息差点意思。为什么？一天都干活了，一醒了就得扫厕所，然后中午给人加油，晚上就给人沏泡面，太累，钱不够你挣的了。厕所好几十个坑，一个一个擦屁股。你可太善良了，你可哎呦，帮人嘛，服务于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服务啊，哎，那你是往返于三个服务区吗？累呀，累呀！刚擦完这个，那边又脏了。哎呀，看你这个表情，对不对？风餐露宿，而且还冒风险呢，冒什么风险？有生命危险呀！啊，你想想，从这边擦完了，上倒对个还得擦，那车他可不理我呀，他真撞啊！好家伙，你直接横着过去，没有天桥啊！哎，你不会这边一趟线到北京再折回来再擦一擦？哎呦，过路费我不得交啊！那
高速费也挺贵，谁给我报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善人不能老光往里自己搭钱，对吧？善人、啊、哎呦，后来实在没辙了啊、嗯嗯、我想啊，算了，我得歇一阵儿。你可能不止歇一阵儿，得歇，得好好歇，也调理调理身体。哦，哎，我呢、啊、跟杨村买了个大宅子，啊，就定居在杨村了，哎、有个小房，啊、小还有小房，哎、可以个远离闹市区，哎、不是服务区、啊，好清静、啊，有一个小房子啊，小房子，哎，有一个小房子，多少平啊？占地79亩，79亩，哎，79亩，哎呦，哎，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宅子。79亩，你亩不亩放一边啊？79亩是四四方方的，你怎么算出来的？怎么不会是四四方方？你除以四啊，那玩意儿除得开吗？除得开，这边27，那边20，这边20，后边36，你不就除开了吗？这一溜啊，对吗？当年就不该留学，先把数学弄明白。那是不是那是四四方方吗？我老师这么教的。你怎么看出来四四方方？四的，你从哪看呀、啊？从哪？从外边看呀、啊？我从里边看都是四四方方的。也是啊，就是一个就啊，79亩的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。对，那也不小啊。这确实不小 啊, 啊。你想那么大地儿，75亩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。停！怎么改了？79亩吗、嗯？是吗？多少亩？79啊，七十九，79亩，这边39，这边20，那边7，后边46。你倒不对，你这边不27，这边20，那边那我也忘了那边几了。不是你这你这边应该是27开始，反正是个大院子，65亩的一个大院子，七十九亩吧？怎么又65亩了？几十几亩？79，79亩没错，一直是79亩啊。这边30，那边10，后边25，78。哎，那个听我的，善人啊，善人，你还是扫厕所去吧，要不。这算不明白，行，你就最后说一准数，咱就按理说了，好吧。哎，就是有一个15平的小房。都捋一下啊，79亩四四方方大院子里边有一个15平的小房，对，那四周围呢，什么都没有，院墙，对，高墙，高墙啊，4米多高，4米多高啊，啊别等那水泥干了啊，拿那啤酒瓶子啐得了，都插上，玻璃碴子、哎，有4个观望台，啊、小垛子 啊，观望台、啊、站4个保安，拿着枪跟这扫着，哎，探照灯跟这照着，谁都别想进来。他可能是怕你跑出去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怕人进来，怕什么进来呀、啊？你这不跟监狱似的吗？这什么叫监狱？保护我的安全，啊、哦，还保护你的安全？哎，那是我沙特那4个哥们儿来了，知道吗？站上面等着。哎，对溜。不是，那你关键是，那你这院子盖，那怎么开门啊？这个没有门啊，4米高，然后79亩的大院子没有门。这边30，这边别数这个，别数这个，79亩，就是没有门，没有门。那你吃喝怎么解决呀、啊？吃喝叫外卖 啊，现在这么方便。你没有门，那外卖怎么送进来呀、啊？往里扔，怎么扔啊？就你扔我，咔！怎么外边外卖这砍狗来了？是怎么着？往里扔？什么叫砍狗啊？就要这个反应，趣味啊，就是训练你。哎，训练我，就是一个大院子，中间有个15平的房子。哎，对，15平，你就睡在这儿，我睡这儿，好极，清静。是挺清静，清静。您这玩意儿跟看坟似的，真是挺清静的。清静，每天生物钟很准，啊，生物钟哦。早上起来6点我就睁眼，啊，这么准6点啊？哎，一睁眼啊，啊，我那60个佣人哎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哎、在那看着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有60个佣人？对呀、啊，都住这儿吗？不住这儿啊，不住院子里，不住院子里啊？那他们住哪儿啊？天津市里。怎么住天津市里啊？给他们每人买了个房。你是浪的吗你？干什么？天津市里给60个佣人每人买套房，然后你住这么一破院子中间，你疯了？我爱清静啊，我可以伺候你一辈子，你给我买几套？你伺候我有他们伺候我好吗？行好，60个佣人睁，不对，您等会儿，15平，你睁眼睛，60个佣人就站你面前了，他们跑这儿守灵来了吧？你说那么瘆得慌干嘛呀？你别再说，你15平的房子站得下60个佣人？怎么站不下？我那房子挑高高啊，挑高怎么？他们都摞着站。什么叫摞着站？挑高高啊？能有多高啊？70米。啊，你住烟囱里是吧？这话让你70米60个佣人摞去呗？你管着管不着，人家都站里了啊，
啊，这都挤进来了，人都有活都忙活起来了啊。六十个睁眼有开窗户散味儿的啊，放放味儿、哎，空气不好。哎，对了，有倒那个鱼儿的，然后呢？倒什么？鱼儿的鱼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鱼儿，尿盆儿啊，也可以。我说怎么开窗户放味儿的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15平，推门出去你就尿呗，那让这四个人看见了呢？炮楼上那四个？对呀、啊，看见就看见呗。哎呦，他们还拍我呢。拍就拍呗，那不行，我是个演员，我臊的尿尿不害怕，你就拍吧。哎呦，不是没被拍过。刚才人家拉着你的手，别让你使那包你还没拉我，拉你，我没说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在屋里，就在屋里尿啊，就在屋里尿。哦、哎，对六对六，哎，跟这，哎，有人 啊，给我擦脸擦身上的，不是你不动。睁眼睛都不动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叫伺候我吗？哦，擦脸擦身上的啊，哎，还有给我穿衣服的啊，哦，还有给我化妆的，哎哎，你等会儿，下一步就该鞠躬了，是不是？干嘛鞠躬？转圈我就要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早上6点睁眼睛，屋里站60个人，给他擦脸擦身子，换穿衣服，还有化妆。多瘆得慌，早上6点就干，太瘆得慌了。怎么5点起他也得给我化呀？为什么要化妆呢？睁眼，我怕人拍我。哦，你是个演员。哦，对，我是个演员。哦，得化的就漂亮一点。那当然得漂漂亮亮的了。哦，明白了啊，哎，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嗯，得出去跑步。哦，锻炼身体，要求自律，每一天啊，他一直很自律，必须打卡。哎呵，跟着跑，院子里跑，哎，啊，60个佣人追着我，追着你干嘛呀？哎，给我递牙膏的。给我递牙刷的，刷牙，边跑边刷牙。您等会儿，你站住了，刷多少？那不能跑步，不能耽误呀。哦，不能耽误。对呀，啊，边跑边刷，啊，腮帮子都杵漏了，换这边。哦，不能停啊，哎，接着刷。挤，啊，洗面奶，洗面奶，啊，哎，往脸上干搓。哎呦呵，边跑边搓。洗头水，干揉。啊，边跑边洗。沐浴露，干洗。哎呦呵呵，哎，后边实在追不上了，啊，拿水管子滋我。你可能跑就是因为有人滋你。哎。跑到最后出一身透汗 啊，回屋啊，哎，给我擦脸擦身子，给我穿衣服，给我化妆，这回该烧了，哎，该烧了，像，哎呀，又折腾一遍，您这玩意儿该烧了，像话吗？那不是你这跑完了呢？都弄得了，收拾干净了啊，开始跟着喝喝茶，哦，清早起就清清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清肠子，早上起来我们讲究涮一涮，哦，涮一涮，哎，喝喝茶，喝茶，高雅的活动，你。嘿嘿，不懂，哎，我还行，我这谁不懂？你哪懂这个讲究？你会喝茶吗？你啊，多少了解一点。你怎么喝茶？找一茶缸子，抓把茶叶叭一扔，滴上水，去，拿水一砸，砸完之后一喝就完了。你那叫解渴，你我们那叫喝茶，知道吗？这一样吗？这大把缸子，你，啊，瞧你大缸子是。那你行，你说你怎么喝？咱这水就讲究。水怎么讲究？过去啊，北京讲究喝玉泉山的水，那不是皇帝才喝的。哎。多少年了不灵了，哦，不行了，我们自个儿打井，还自个儿打井，嗯，哦啊，对，人院子大，院子里打口井，嗯，然后哎，嘿，我怎么烫着了？是怎么着？干嘛院里啊？屋里，你等会儿，切，15平的屋子里有口井啊？您那井口多大呀？15平，那你睡哪儿啊？睡屋里啊。屋里不是井口吗？你睡沿上啊？你信了？啊，傻子？什么叫傻子？你在屋里打口井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呀，就为了喝水方便。对呀，那井口到底多大呀？井口就一胳膊根粗吧，胳膊根粗。哎，就刚开始，哎，能信你这玩意儿，天上一脚，地上一会儿15平，一会儿胳膊根粗。哎，对六对六，啊，就这。本来我那个。本来就是惦记打井，结果是那图纸拿到了。那哦，就那这井多深啊？70米啊，淹走70米，这70米，70米啊，别掉进去啊，掉进去淹，你往这儿尿多好呢，这不连鱼儿都省得到了吗？是不是？我那是井，不是下水井。你可能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您都是化完妆准备烧的人，您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哦，有我自己喝那水井里边撒碎的吗？您这包翻忒脏，他确实
我在乎啊，在乎，好好好，在乎，就专门喝水的井，对，在你的卧室里，哎，对溜，这是风水，占风水，占风水，哎，对溜，哦、对溜，保鲜，你不懂，你不懂啊，行好，就喝水，对对喝它，哎，有老式水井，带露露的那个摇的、那个，哎，露露女人和你忘了？你是想说狗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篱笆女人和狗，露露女人和井，我赶上了。这是俩连续剧，九零后不懂。我听师傅那包可能听串了，我这个啊，什么离摇的，反正得有你啊，这手来这套，哎，就是反正自己打的井啊，自己打的井，自己喝自己打井的井水，你差点咬着舌头，哎，自己喝自己打的井的井水啊，哎，第六每天一上来就来摇摇摇。然后这个谁一会儿出一身汗，出一身汗进来溜着溜着擦穿衣服化妆，反正他一天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多死几回，事儿多了，好踏踏实实的弄得了井水，往那一坐，坐谁都比你讲究，找快壶，哎嘿嘿嘿嘿嘿，就是还快壶，我们自己家里边弄那个潮汕的那种什么烧那个炭炉，牛哎手拉炉，懂吗？懂吗？火锅呢？手拉炉，小炉。谁拿火锅喝茶呀？端着铜锅，一提潮汕我就牛肉火锅。什么牛肉啊？我知道，我还真看过那，就那小炉里边还讲究那个烧那个炭。烧那个荔枝炭啊，拿荔枝炭烧完这个水里都有荔枝味儿。那不行啊，那能花多少钱呀？哟，这还不行。我们核桃炭，核桃哦，咱平时那个脆皮核桃，什么脆皮吃的不？那什么呀？文玩核桃，柔的，狮子头、啊、蛤蟆头，嚯，虎头哦，盘龙纹，哎、哦，越老越好，盘出来的，百年的，烧炭。懂了懂了，这种核桃砸碎烧完，水里有核桃味儿没有？哎，没有，你干嘛烧它呀？就为气老头儿。哎，让他们盘着那帮人看着我烧着，哎呀，心脏疼，吃速效，哎，难受，多孙子呀！这、哎、烧得了炭，水叭叭叭叭这么一开，哦哦拿着水、啊、烫烫我这壶，烫弄仨小碗，三个小碗，三个小茶碗，甭管谁喝谁不喝，也是仨小碗。哦，三个，为什么？哎、先温温壶、啊，拿这壶里边热水砸这仨小碗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这叫关公巡城，韩信点兵。哎，我还真不懂。讲究哦，涮完了碗之后怎么着？弄得了，把这盖打开了啊，把我这好茶叶啊，立顿的红茶撕开了，哎、放进去，袋当到外边倒水。别倒了，浪的呀！跟山人说话，浪，你还不如死去呢！我跟你说，哦，折腾一溜够，又砸核桃，又得气老头的，完最后喝一袋茶。我怕省事儿吗？这不是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？你我怕你不懂，谁不懂了？你甭费那么大劲，哥，你这种性格直接撕开了，把茶叶往嘴里一放，这绳儿荡了出来，拿开水啊，这最适合你。你这人你就较劲，不是较劲你就直接说。我怕说那好茶叶你都没喝过。哎呦，现在谁没喝过好茶叶？哎、都喝过。哎呦喂，你哪喝过那好茶叶去呀、啊？你说什么茶？普洱茶你喝过吗？普洱懂吗你？云南普洱谁不知道？哪儿的？哪儿？云南普洱啊！你那不正宗。云南普洱还不正宗？我跟你讲 啊，普洱的产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。你别闹，就是云南普洱。普洱茶饼大产是茶饼吗？茶饼。对呀、啊。产地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少见多怪。你到夏天啊，你就去采去，那地上有的是啊。粪饼吗？哦，你喜欢他开水七十玩儿、啊？你这厮怎么说话？我那网上的直播间买的，人家是茶饼，你这喝粪饼？哎呦，烧饼啊！哎呀，烧饼、啊！你这人，我跟你说，你哎呀，你好不了你。他开水我七十。我们那都是直播间买的。哪个直播间买？我们那直播间有一女主播嘛，啊，牛粪不是那个粪饼有的是，有牛粪有的是，边界小姐是吧？对对。别冲我说话，嘴里鼓粪儿去。
我就说，我这都加个小包，我怕你听不懂，知道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我们还是喝云南的吧。哎，你甭管哪儿，反正喝完水涮得了之后啊，开始吃早点。早哦，涮完了开始吃。哎，吃早点啊？那吃什么呢？来四斤高杆。哎，嗯，四斤高杆。高杆啊。来四斤面茶啊，稍微有点干，裂心啊，拿那个藕粉呢，来四斤给顺下去。怎么没噎死你呢？哎。后来说话都有点费劲，喝水呀、啊？不喝水了，刚才喝多了是吧？现在说话张嘴爆不是？对，牛粪还玩反了。随便。哎呀，稍微有点拉不开栓。哦，拉不开栓、啊、哎，吃得了之后，嗯嗯，上院里溜达溜达。院里不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叫什么没有？你不说的吗？各式各样的植物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哦，还有植物？当然了啊，仙人掌、仙啊、霸王鞭、哦、仙人球、哇、食人树，哎哎呦，全都有，都带刺儿的，都带刺儿的。这哪儿来的呀？都是沙特那哥们送我的。你们还有友谊？哎，那当然了啊，就是这个小小植物。哎，还有动物呢？啊、还有动物？热带动物都有什么呀？斑马啊，斑马。斑马都这样，斑马、羚羊、羚羊，哎，长颈鹿，哦、哎，还有邓羚，邓羚是邓羚是什么玩意儿？邓羚也是一种，就是你选的这些动物，没有一个能老实待会儿的那种。是现在都老实待着呢，为什么呀？在刺儿上都扎着呢。植物太多了，哎，看着方便。啊、看完了之后、嗯，看看我院里这白塔，哎，知道白塔吗？哦、我这搭了个小塔，是吗？白色的，哎，没有小塔，什么呀？老木高，老木高那个，嗨，顶天4米的院墙，跟他一边高。啊、北京有一个白塔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大白塔，我知道。嘿，我们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塔寺，哎，嗯。什么？不是我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寺塔什么？不是我院里的那个白塔，比白塔寺那个塔塌。爸，我院里藕粉快吐出来了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，什么白塔？我院里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哈。白塔，哎呀，你说，你个笨蛋玩意儿，我告诉你。比你们家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不是白塔干嘛？你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大？哎，不对，啊，不对，不对，哪儿不对？我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白。累了，哎，累坏我了，哎，哎，好家伙，这包又响了，谢师傅，行了。怎么不累死你呢？这一个活他就有这么一个记忆点、啊、不是比他白管什么用啊？比他白呀，你得说比他大。那他那管什么用 啊？白塔比的是白，你不是比大？没听说过白塔，你要大塔比大行了，白塔比白呀。留学就留出这么个玩意儿来，我跟你说吧，不是塔的重点在白，不在大。你这白塔它再是白塔再白它也有年久失修，它不白。 我天天刷呀，我刮大白呀、啊、你有病，见一白塔天天刮大白。哎呦，这你不懂了、啊、我为什么盖这塔呀？为什么呀？我这是发愿呢，就为了盖这么个塔。哎呦，希望全世界没有穷人都能吃上饭、啊、都能好好的。哎，发愿必须让它白。我还没法反驳，人家确实好寓意。必须让它白啊，天天的。哎，我天天刮大白，啊、天天刮大白。哎、哦，我那都是秘方啊，对啊，不是买的涂料，那是跟那个西藏那布达拉宫那一样。哟，我这漆能吃，什么意思？就拿那个牛奶、啊、对那个白糖，啊、白、哦、往上刷。你没看见布达拉宫都舔丢好几个角了？我不知道，这我还真没注意过。你过两天、啊、冷的时候上我们家舔去。哦。哎，夏天你就知道什么味儿了。为什么呢？粘上了。废话，牛奶都馊了呢。每天必须刷一遍塔啊，修缮一次。哎，必须刮大白啊，那刮大白啊，刮大白、啊、善人带你刮大白。哎，等会儿停，等会儿不是，不行，等会儿别拦我啊。不是，我得拦我，不是，我怎么必须来这么熟、啊、不传统，不是，应该是饼哥带你发大财。不是，当善人必须刮大白啊，刮大白，刮大白，善人带你刮大白、啊、大白啊。每天吃完了高杆、啊、喝完藕粉，就这桌，哎，必须刮大白擦塔啊。每天醒了都锻炼完、哎、来一次，拿绳子套塔尖上啊，这边摔腰上，
勒好了，哎呵，哎，刮这大白啊，刮，哎，啊，站起来啊，一下午刮这一个大白啊，这到下午一整天就其实就干这一个活，哎，必须刮，每你等每天坚持，各位，行行，贵在坚持，行行，在我的字典里边啊就没有困难二字，哦，那还挺优秀的，我就没有字典，哎。那你说他干嘛呢？没有字典像话吗？我字典就没有字。行了，甭说那个，你天天你说每天每的都刮这个大白，对，大白塔，对，为了票，你也没时间出去行善去啊？谁说的？啊？谁说赶上节假日，我们该出去行善得出去行善啊？什么日子？我听中国老三节啊，哦，老三节，对不对，哦，我知道啊？五月节，嗯嗯，八月节，对，圣诞节是老三节。你等会儿。圣诞节不是万圣节，哎，万圣节也不是，没有人春节，对呀，哎，到这日子该给小伙伴们放福利了啊！你能放出什么福利？哎，五月初五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五月初五端午节吗？啊，端午节，对，哎，对，纪念屈原吃粽子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包粽子给大家伙啊！啊，那很平常了，包粽子，哎，你那一粽子里边一个枣不行啊，搁枣吗？哎，我们家那粽子叶啊，您那这么窄溜，不，哦，那你这是两米乘两米二。床单，哎，床单干嘛呀？两米长，要被罩，被罩都不用包，直接拉锁拉开往里扔，然后拉锁一拉扔锅里煮，是这意思吧？哦，扔井里泡，对不对？你这人都不会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粽子叶织成一席子往里边倒，就拿凉席裹着泡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往里边放啊，放哦，哎，放枣，来五十斤枣，五十斤枣，五十斤枣，哎呦，哎，200个咸鸭蛋。不得齁死啊，哎，四个大火腿，啊，放里边那得去骨，哎，搁5000个钢镚儿，干嘛搁5000个钢镚儿啊？咬钱吗？那不是吃饺子才咬钱吗？哎，我们年年吃饺子，这里边也得放5000个，再，哎，你吃完再把牙崩了，哎，搁3粒米包得了之后，这是粽子吗？粽子3粒米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对对，就钢镚儿最多，哎，啊，但是有钱人家任性。这是五月节，五月节啊，到了八月节，八月节吃月饼啊，月饼好，哎。一个月饼这么点儿，啊，不行，那怎么着？这么大个，啊，井口那么大，井口，哎，15瓶，十五瓶那么大，哎，青丝、红丝、八宝啊，全放，哎，枣泥的啊，哎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往里边放着5000块钱钢镚，盖好了，扣得了，蒸。他这玩意儿都硌牙，哎，啊。到了春节，春节饺子，哎，正格得放钢镚了，不放钢镚，那放什么？放手机。包里一个饺子里包手机，哎，包里华为 P60 包进去，哦，还是新款，下锅煮，哎，飘起来就算熟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饺子包手机下锅煮，饺子也没吃着，手机也用不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甭管，啊，就为放福利，哦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啊，跟我提要求，哦，善人，必须满足你。嘿，缺钱了啊，走走去啊，工商银行啊，自己取去，取钱去。哎，啊，想要手表，劳力士啊，自己带去，自己带。哎，想要金子，没问题啊，六福珠宝自己抢去。哎，什么手枪没有，啊，我后备箱有。哎，对不对？坦克车自个儿开去，导弹马上就到。行行行，等等，快，您是善人，我是病人，别说了。